今日我阿媽叫我着靚鞋啦，佢話：唉，費事啦，要愛面子啊嘛。話去教會梗係著對靚鞋啦。不過咧，我着住呢對鞋咧，其實我已經感覺到有少少唔妥噶啦。即係話，如果我用呢對鞋咧狂喪奔跑咧，我就你知我有一我左腳嗰邊甩咗皮噶啦，係咪先？喂，甩咗皮都冇咁樣害我啊，大佬係咪啊？真係。我要睇住，即係我真係要睇住我左腳咧甩皮嗰個位咧。我諗我着完呢對鞋咧，翻到屋企咧，即係希望啦，即係我求神保佑啦，就唔好惡化我左邊嗰度，真係噶。但係就我而家都係諗住徒步去教會噶啦。其實佢晏晝，我晏晝有去到教會嘅。上次即係上個禮拜，鬼叫佢冇火車，我又唔係好想搭巴士喎，係咪先？佢就話：唉，你可以喺同我媽一齊去。我話：喂，算啦，我都話咗要破紀錄噶啦，係咪先？破世界紀錄，唔係破世界紀錄，係破我自己嘅個人紀錄咯。咁我就話啦，鐘偉橋佢唔係我朋友嚟㗎，佢唔係我朋友。佢連我同學都唔係啦，我哋都唔係讀同一科嘅，我哋喺同一間大學裏邊啫嘛。佢唔係我同學嚟噶，鐘偉橋唔係我同學嚟噶。佢有幾次扮唔識我啊嘛。我話：咁你既然扮唔識我，咁而家到我唔識你啦，係咪？我唔識鐘偉橋喎，唔知佢邊位喎，我唔識佢喎，真係噶。佢係邊個啊？係咪先？我最記得嘅就係、是。我最記得佢淨係嗰一樣嘢啫嘛，就係、是、我搭咗落地下，跟住佢唔理我啊嘛。佢在場噶喎，班女仔都覺得佢衰，即係班女仔都覺得佢衰啦，又話佢會嚟接你噶啦，佢幾時有嚟接我啊？真係哇，真係好好笑。我話啦，是但啦，佢扮唔識我啊嘛，佢以為佢自己好叻啊嘛，即係佢有錢啊嘛。我話啦，喂。就算我唔賺錢都好啦，當我義工都好啦，我義務俾你哋玩咗咁耐，同你哋玩咗咁耐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幾大武功都有勞啊，係咪啊？即係老實講，仲要俾你哋係咁踩喎，話佢冇錢點生存？我話咩冇錢啫？你哋俾錢我咪有錢咯，係咪？你哋唔俾錢我咪搶你啲錢咯。啊，我都講到明啊，我係絕對專業嘅喎。即係話到明係殺手應該做咩？殺手好簡單啫嘛，殺手唔可以有任何，即係點講？唔可以有任何束縛噶嘛，係咪先？冇束縛噶，真係噶，戰場無父子啊嘛！你阻擋我就係敵人，就算係有血緣關係，我都要懟冧你，係咪先？咁我係專業噶，至於我係唔係好人定係衰人，咪當我做衰人咯。我的貢獻就很簡單，我的貢獻呢就是為民除害，我殺得誰呢，他肯定是抵死的，真的。誰夠膽幫助外星人呢，侵略地球的外星人呢，或者是第二個世界走來侵略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呢，他們是人民公敵，他們抵死，真的。抵死那我就自然可以殺你啦，是不是？冇，我唔接受咩道德綁架嘅喎。你話我衰人，我咪衰人咯，係咪先？有乜所謂啫？最重要係專業啊嘛，我一定要達到我嘅目的。我就係要達到我嘅目的。哇，係呢對鞋咧個外表就靚啦，係咪？裏邊咧啊，我都話你哋專登害我啦。不過放心喎，就算我左腳咧甩咗皮咧。就算我左腳甩咗皮咧，我都可以若無其事咁樣行，可以若無其事咁練拳。哦，我今日個袋咧，即係我今日個背囊咧，睇嘢啦，你哋睇嘢啦。我今日個背囊咧重過平時嘅，點解咧？因為見到佢咁脹啊，知有嘢啦。其實我本來帶咗衫出嚟換，不過諗下咧，冇乜意思，我都係翻屋企換啦，嚇。因為今天沒帶鎖匙，跟住又穿了這對鞋呢，我覺得穿這對鞋就算做 gym 都不是很方便，帶了個拳套來。我是想著如果真的有時間呢，
就去教會嗰度同啲人炫耀一下，唉，真係。我講過啦，呢啲唔係 ego 或者自我嘅問題，呢啲係有啲嘢你係唔可以侮辱人哋噶嘛，即係你侮辱人哋嘅宗教信仰，咁已經唔係自我嘅問題咯，即係唔係自我嘅問題，呢個係你係侮辱緊一個人嘅宗教信仰，係咪先？跟住你仲要係點咧？我講過啦，你侮辱人哋嘅武術門派，我話就算人哋真係自創武術門派，好似。李小龙咁样，李小龙一开始佢创建佢嘅截拳道咧，啲人都好唔锯，好不满噶，真系噶。武术界点谂啊？你无啦啦自创门派，你咩料啊？你系咪先？系咪先？你咩料啊？点解无啦啦自创门派系咪？你凭乜嘢系咪先？咁我咪话咯，呢个世界总系会有开始噶啦，系咪？所有的門派都曾經有開始過，好像少林寺那樣，你說少林寺屹立不倒幾千年，那我問你了，少林寺何時開始？是不是？即是人總是會出世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是沒有出世過的嘛，耶穌基督都出世了，是不是？耶穌基督啊，他是聖母瑪利亞生出來的嘛，即是他要做人，他都是要出世的，是不是？每個人都做過 BB 了，是不是？就好似門派有門派都有 BB 噶，係咪？教會都係喎，教會有 BB 噶喎。個教會幾時開始創立噶？第一世紀係咪？即係第一世紀有教會係咪？咁教會都係做過 BB 啊，係咪？咁教會做 BB 嘅時候，政府都好唔鋸噶。政府話你乜料啊？無啦啦有個新宗教嘅咁樣。猶太教啲人都超不滿啦。喂，你竟然整个耶稣派出嚟，系咪？即系咁样讲啊！你无啦啦做乜有个耶稣派？我哋而家我哋好地地，系咪先？我哋犹太教好地地，无啦啦点解要信耶稣啊？系咪？即系你无啦啦整啲咁嘅嘢，佢哋都好唔 like 噶。一开始我冇计噶，呢个世界总系会有开头噶啦。我預咗俾人串噶啦，係咪先？我話你自創一樣嘢，係咪？你創立一樣嘢，人哋都好唔 like 噶。武術界係咁樣噶啦，但我話武術界最好嘅地方咧，我認為即係如果佢真係好似以前咁樣啦，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咧，而家我覺得真係好垃圾啦，即係而家。